蛇杖上都是剧毒，你找死！哼，可惜你的毒对我也没用。你这家伙，要拼魂力，凤梅。他们要比拼魂力，你能有多少魂力与我比拼？赵老师，这小子没问题吧？哦，三儿挺厉害了啊。他魂力比我高，但玄天功乃是上乘道门内家心法，生生不绝，绵绵若存，拖下去他不是我的对手。怎么还不赢？心急了。小三上到上风了。我不能输。竟如此坚持，好，那就看谁先倒下。算我们输了，你我一同出手如何？好，准备，撒手。曹大姐，您怎么说？愿赌服输，凤尾机关蛇是你们的了。臭小子，还不快点！是我们输了，等找到你爷爷再说。今日之事，老身记下了。不动明王，我们后会有期。紧接四周，等他们俩醒来，立刻离开。奥斯卡，你醒了。小奥，你醒了。哎，哎，小奥，你醒了。快快快，让我们看看你的新魂环带了什么技能。哎，胖子，远点远点，你离太近了。哎，臭小子，快说你的新魂技是什么？哎呀，哎，算了，回去再说吧。怎么？难道还怕我们笑话你不成？臭小子，快说吧，别卖关子了，我们不会笑话你的。那说好了，不许笑我。哎，不笑不笑，快点吧。哎，你们退到一边去，我给你们示范一下。想入非非，蘑菇肠。不是说好了不笑的吗？小奥，你的咒语怎么还是这么奇怪啊？叫你管，一会儿让你看一下我这第三魂技，你可别吓到。
卡，你这是？这是飞翔。小心警惕四周。小奥，你这个技能牛啊，能飞多久？大概一分钟。什么？一分钟？跟你的香肠一样短。没道理啊，凤尾机关蛇附带的魂环这么鸡肋。我还没说完呢。说什么呀？飞翔一分钟，遇到稍微宽点的河流都过不去。如果以凤尾机关蛇的速度飞一分钟呢？什么？哎呦，不错呀！小，你确定？我确定，或许还能飞得更快，也不一定。这太牛了吧！很好，总算没有白费精力。小，以你现在的魂力，可以制造出多少根这样的蘑菇肠？一次最多应该不会超过十根。十根也不错了，以后魂力提升会增加的。好了，都准备一下，小三一醒咱们立刻回去。赵老师，我们可能还不能回学院。啊，小三你醒了。哎，小三醒了。小三醒了。你说不能回学院是什么意思？这星斗森林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既然小奥已经得到魂环，我们必须尽快返回，否则不管你们谁出了问题，我都没法交代。可是我也需要一个魂环。没什么可是的。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那个，我刚才也突破到三十级了。啊，小三，你到三十级了。三十级了。赵老师，您看我们可以留下来为我寻找一只合适的魂兽吗？当然可以。小三，恭喜你成为史莱克最年轻的魂尊。小三，你真是咱们史莱克怪物中的怪物。小奥，掐我一下，看我是不是在做梦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，哥，恭喜你。不过我会尽快追上你的。好了，天快黑了，收拾一下，准备出发替小三找魂兽，不要放松警惕。星斗森林的危险远不止于此。是，赵老师。没什么，错觉吗？今天晚上先休养调整，明天再继续帮小三寻找魂环。
小三，你是不是着急了？寻找魂兽本就是碰运气，赵老师，您放心，我有耐性的。以前就算是在星斗大森林外围，也有很多千年级别的魂兽。现在，也不知道是都跑到森林深处了，还是其他什么原因。不论什么原因，都是我们人为造成的。魂兽虽然凶猛，但我们人类比他们更加凶猛。魂师滥杀魂兽，纵使魂兽再多，也会减少甚至灭绝。人类修炼一生不过几十年，魂兽修炼短的百年，长的千年万年。我们魂师数量虽然不多，但每一个魂师一生至少也要猎杀5到6只魂兽。除此之外，那些以猎杀魂兽为生不畏滥杀的又有多少？如此，或许有一天魂师这个职业将会面临无还可用的境地。你说的是有道理，但那不是你我所能控制的。我们能做的就是为必要的修炼而取魂环，避免滥杀。赵老师，上次准备战斗。赵老师，怎么了？你们做好逃离的准备，无论待会儿发生什么，不要管我，全力逃跑，先逃出森林。慕白，你保护好大家，知道吗？是，赵老师。